其实我们也不愿意咬人眼睛，因为什么呢？撇家舍业。我愿意听。录着像呢。你知道郭老师看不看呀？我是德云一块砖。你是一个唱戏的，唱戏的，露半脸，具体唱哪个曲种？中国的宝贝。啊我恐高到极致，就我现在。下回我把戏改了。我没打过你，还要打我？我们有协会，逗哏演员保护协会。废话，你以为逗保协会？臭不要脸的！咱哥俩就要做一做朋友之间的典范，做一个榜样，让大家伙看看咱们哥俩是怎么好的。那怎么好？对不对？上山时我踩着你肩，下山时你拖着我脚。对好朋友们，你喜欢在上面，你喜欢在上面。哎呦！大象掉到海里边。宣布了吧？就不用，不用，我知道都在你们那儿管着呢。对，他说什么让您就是拍电影去啊，让您就不干了，您敢吗？您老想着郭麒麟是您徒弟，您那儿子呢，在人手里攥着呢。我曾经有幸认识 DYS 的一位叫郭麒麟的一位学员啊，特别有才啊，大才子啊。他现在对他现在过时了。请把过刚才那个过时剪掉。那是为未来的老板。